你们不要去牵他，他是那个，他慢慢子锻炼，他的脚。我不行，我妈天就不愿意。他天天都是这么说来锻炼他的脚的。天天这个。哦。你妈走慢点。天天是。你怕什么嘛？你把
子还高了去吃啥嘛。他不愿意。他给你讲来了来了，把那工作还得去看一下，来你来你再讲出去。老子们在吃黄老师那儿再吃来的，我不是三顿吃，他吃完了就精彩不见。对呀，那会儿三分钟，他把这老师来了来了，老子头都吃黄了。现在身体身体在一起，他就开始吐了。身亡丽君，对对对对对。